各位观众，我要甲大家讲一件代志，我实在是足生气。我咧为透早四点就出门啊，甲今麦回来，这个人，佫看阿哪弟咧？这是啥？哈？这个老公好满意是无？打开一下。Holy shit！ 也太乱了吧！这个人是怎样游民是不是啊？囤积狂空，囤积控吗？平常桌面乱就算了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电脑桌面。那电脑桌面也是乱到一个爆炸，这是怎样啦？到底是怎样关一个网页是会有多痛苦？苹果，嘿，好、哦、挂包包干什么？想跟谁用包包换包包？重点是还在睡，所以这是怎样？啊、是这样，啊、露出一只脚、啊、我决定我要给他一个更大的教训。手机在乱放嘛，卡在乱丢嘛，我们就来帮他实现他所有的愿望。他看的所有东西，我都给他买起来，用他的卡，看他要再睡到什么时候。哼，苹果电脑10500，14寸太空黑是不是？哈，破吗？啊，不就很破？这里已经有一台苹果放在这里当书挡。还要再买一台是怎样？到底是有多喜欢苹果？果粉就是要付出代价啦！让我来帮你达成愿望。差点忘记要把手机里面的东西删掉啊！验证码，把删掉。嘿嘿，清理完成，把他的东西放回原位。原本在这里，原本塞在这里。OK，perfect， 完全看不出来啊。还有，把他的购物车全部加回来。OK 啦，全部都加回来啦。上班去，拜拜。我回来了。Welcome to Go Home。你看。这怎样？你看这里。我以为。这个东西已经没有梗了，已经不知道干嘛了，已经没有流量，没有人要看了。你又买这些东西，还把它包起来？你不觉得我很认真吗？很有仪式感的，我还特地把它包起来耶。所以我答案要开了，是吗？你答对了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一个字。我怎么这次那么大？不小心手滑，然后我也没想到它那么大。你手蛮油的哦。啊，东西拿上来。先看哪一个呢？啊，不是从小开到大。哪一个比较小嘞？这个比较小。哎、欸，这很重哎、欸！等一下，你花了多少钱？你多少啦？就那一点点而已。这么大、啊？就那个 a little。这么大还没多少？什么这么大没多少？没那么大、啊。我这么大也没多少、啊。哎、欸，那尼可雷斯，啊，你买这干嘛？暴风枪，你买这干嘛？它看起来很秋啊。你要买的吗？啊，不然我要买、欸。你干嘛花钱买？你又没讲，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我以为两个人交往之间是没有秘密的。我要做这个产品啊！你没有跟我说啊，你没有跟我讨论啊！啊，我看了我就觉得蛮屌的啊！哎、欸，这质感不错哎，暴风枪，吹风用的。哎、欸，怎么冲？哦，真帅！こんな感じになります。嘘でも嬉しいです。我试看你哦，你可以吗？他电还没办法开三格，他有三段。哦，刚刚那是一段而已吗？刚刚是二段。好可怕哦，有勾芡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拿这个东西吗？我想说洗车的时候啊，我就把那个水吹掉。露营的生活的时候有没有？对吗？你是要烧森林吧？真的吗？两张小朋友再多一点点吧，浪费。刚刚风大不大？我是没有吓到。好，第一个不错，这是好东西。还不是因为你自己选。啊，是你买给我的。啊，不然你总会买
东西给我。啊，你之前都没有买东西给我。哪有？哇，这是什么？塑形裤耶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塑形裤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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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哎，这是要干嘛的？呀，这个小肚肚，我最近这个小肚肚很猖狂。哎，它的功能很多哎，我先看一下。看起来是很厉害。看起来挺不错，而且它有石墨烯哦，还有两颗小痘痘哦。因为我们久坐，女生会腰酸，听说可以改善筋痛。为什么它这两个是太极的？你看，因为太极阴阳调。啊，这干嘛？哦，暖宫啊，暖宫你知无？中医有讲过爱暖宫啦。查某人啦，子宫够好吼，看起来都水又够大板啦。我刚刚看了一下售价。天哪！2980。哎呀，这个怎么会直接打在这里呢？他现在有特价啦，你猜多少？啊，不是2980。没有，他现在两件特价990，是不是应该买两件？好吧，给你过。好，下一个。仪式感，哦，好重。仪式感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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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好大一个哟！打印机，没错。我买打印机干嘛？打印机呢是方便这个出货嘛？你出什么货？我还没有想到，但是我觉得我买了就应该会有货可以出啊。我拿来印一些这个什么有的没有的，这个收纳上面要标明也是 OK 的啊。出货打印单哦，没错。不是啊。怎样？不是啊，你怎么会买这个、啊？这不拆就是这样，就是打印机，没错。我觉得你很奇怪。为什么我很奇怪？哪里奇怪？不是啊，因为我也有在看这个东西啊。屁嘞！真的，我觉得你很奇怪。怪奇怪的。不对，不是。因为我有在看那个暴风枪啊，啊，我有看打印机啊。真的吗？不然呢？啊，你怎么会？这么刚好？你怎么会刚好买这些东西？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用我的账号看你？是吗？所以你看到？问你哦。然后下一个。来了。来啦。干嘛？我先看一下这下面是什么鬼东西。哎、欸，这有包装，这没包装。哦。懂挑哦，这个很重呢，我拿不起来。是什么呢？这三小啦。是什么？洗碗机啊。没错，哒哒哒哒，再也双手自由，再也不碰洗碗这件事。你要多懒？等一下，我的纤纤玉手怎么可以拿来洗碗用呢？不对不对，你从来没洗过碗，都我在洗啊。那你买这干嘛？我是怕你的纤纤玉手会受伤害嘛。这多少钱？也没多少啦，大概就几张小朋友。几张？这个洗碗呢太费手太伤手，所以我买了一台洗碗机。我是不是很棒？说我很棒。好，你很棒。我要开最后一个，我看你们到底买什么。先生，请问您要开礼物了吗？哦，好，来吧。好的，一小，哇啦！这为什么那么大？这是到底要是搞了什么东东？我不知道，你猜猜知道。呜，又是 Teddy Bear。他要继续给你啊 ，Teddy Bear， 这次的这个是什么？零钱包，好可爱哟、哦，是奶茶色，可以放零钱，可以放钥匙。我怎么你那么爽？看到这个牌子不爽，不然呢？你要不要？这个真的是比较大哎、欸。哦。好漂亮哦，好实用的颜色哦，黑色的。不对，怎么样？它、啊、怎么跟我看的那么像？你的品味哪有那么好？因为我觉得你喜欢黑色跟红色啊，我那时候就在看这个黑色跟红色的部分啊。是你原本就要买给我的吗？那、啊、所以你花钱买？对耶，怎么办？
哎呀，我总是抢先你一步啊！是啊，那也是没办法。啊，你为什么不先讲？花都花了，那就只好这样子。你也没跟我讲哦。Teddy Black 这要挂上去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你就拿去包包换包包。你看，好看。这该不会又是意大利牛皮的吧？意大利纯手工，你看看这个质感，这个缝线，这个五金配件。上次他们已经看过了，上次没有介绍内里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这次给你们看一看内里啊，绒布。然后你看它这里是暗袋，好贴心哦，它有一层、两层、三层，那你东西就不会找不到，容量又很够大，你看它的形状就很好看，它无时无刻都是这个医生包的类型。那请问你要带多少东西出门？干练的女性十几张吧，就几张嘛，只是可能是紫色的，不是蓝色的。开完了耶，就这样吧，还是挺无聊的、啊，还是要测十几万机。爸爸，干嘛？忘记还有一个了，被我藏起来的，我去拿。所以是我的吗？是你的，请你以感恩的心交接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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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这里开。请依照指示好吗？那你可累死嘎，那你可累死嘎。哦，哇哇！是什么？是超贵的。还好吧，就也是几张小朋友吧。屁啦，这超爆贵的。啊，我最近刚好也在看呢，因为我跟你看。你拿你的苹果电脑出来干嘛？想要用苹果换苹果？我跟你说，为什么我最近在看苹果电脑？因为我这台呢是2017年旧版，它已经太旧了，有些东西还可以用，但是已经不太符合我的效率。这个因为我就太贵了，我就下不了手啊。嗯，要70000呢。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拿着感恩的心情看着我？我撕到一半，我完全不想看。我要拍一下这个爱斯基摩的声音。爽吗？爽啊！这么爽！噔噔噔噔噔。是真的苹果的电脑哎、欸。你买最新的，最最新才有的颜色哎、欸。Apple， 哇，耶、yeah, ！我换电脑了。那你有觉得这次买的东西刚好都你有看过，然后你刚好想买，但是没有买，所以你这次完全没有办法骂我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？其实这个就是你购物车的东西，然后我都把它买回来，只有那个裤子是我自己加的。这边超过100000哎、欸。对呀、啊。买了是不是很值得？你是不是很开心？所以你绝对不会生气吧？因为这些东西这么棒，这么好用，你绝对不会生气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说。因为你啊，都把东西乱丢，然后那一天呢，就刚好我回来跟我说你要处理工作，但是我回来看到你在睡觉，然后桌上又很乱，啊，桌上很乱，刚好呢这里就一张信用卡，然后这里是你的手机，然后刚好你网站呢又开着没有关，然后我就点点点点点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恭喜你买了一台新电脑，还买了。新包包给我，还让小朋友不用再自己洗碗了，谢谢你。你买手机，我花钱买给你。电脑是我花我自己的钱。以上就是阿奇的刷卡机，你要开心一点哈，好棒的电脑。我以后会用它创造出更多的不同的东西。大家想看我撞到什么？欢迎留言跟我说，我一定会努力的产出。因为他有卡在要还。所以我下一笔账单多了10几万。没事啊，这台 OK 的。然后我就要有卡分期。